我们上一集就说到，扎木合的弟弟，啊，由于被铁木真手下给误杀了，扎木合也急了，就率领声势浩大的十三部联军，翻越那个高山，浩浩荡荡的就杀向当时铁木真所在的古连乐古山的那个营地。扎木合的本意呢是想出其不意袭击铁木真，彻底呢啊把这铁木真啊。 这一支新晋崛起的草原部族力量、啊，完全消灭掉。想从前，铁木真呢和这个扎木合、这个安达不辞而别嘛？时间过了多少年了？时间一晃，实际上已经过去四年了。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草原上的那些不少部族之间啊，依旧是你攻我伐，你杀我打，烽烟不断。但是铁木真所在的这蒙古乞颜部,部、王汗的那克烈部、扎木合的扎德兰部，包括塔塔尔部。 当时是草原上四大势力，他们这个四支部落表面上还真是相安无事，哎，都为了避免啊直接冲突，损耗自己的实力，因此大伙儿都心照不宣，避免直接冲突。与此同时呢，就这四方，都在积极的暗中、明中采取各种各样的软硬手段吧，吞并各个小的部族力量，来壮大自己，就要为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的大战啊。 暗中积蓄实力，所以说呢，这四年看上去似乎是风平浪静，实际上是暗流汹涌。也正是在这四年之间吧，铁木真呢通过不屈不挠的内外斗争啊，终于在蒙古起颜部树立他自己绝对的权威了，当韩王了，而且建立起呢一支足以承担作战任务这样的一个正式军队来。同时呢，铁木真又积极联合克烈部的王汗，制衡扎木合的扎达兰部。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乞颜部部落的规模也扩大了许多，周边许多小的部族部落啊，不管是情愿不情愿吧，啊，不断有新鲜力量来加入到蒙古的乞颜部，由此呢，才使得铁木真他这个乞颜部能够面对啊一场大战。扎木合方面这次就率领了三万劲旅前来袭击，铁木真这一方呢，实际上也能凑出这个数字，也能凑三万。 但这个三万的数字对于铁木真来讲啊，已经达到他战争动员的极限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的最大的战争，一旦失败，肯定就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死亡。想到这里呢，铁木真心里呢，实际上还是感觉到非常沉重的。这个时候，他也明白啊，敌人已经来袭，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场大战不可能和平解决了。扎木合这次来的目的，肯定就是要消灭自己。 毁灭自己。在大战开始之前呢，铁木真手下就有将领提出，折裂谷那个地方呢，四面环绕啊，都是险山，根本啊外敌无法攀登。而这个谷地呢，只有一个狭窄的山口和外面沟通。于是这个将领就建议铁木真，最好是把全体部民啊，先期转移到山谷谷口。一旦出现我们作战不利的情况，可以立刻呢将全部军队。 把全部家属辎重什么的撤入谷中，而且呢，为了防止路程过长导致这个撤退途中忽然崩溃，迎战扎木合的地点呢，应该选择在达兰巴勒主替那个沼泽地。这个沼泽地呢，会让扎木合的骑兵啊啊不容易快马冲击起来，就防止他们背后追杀。对于大将的这个建议呢，铁木真还是非常认可的。同时呢，前部也有首领建议铁木真。 就让主儿乞人作为先锋，让这个部族呢先和那个扎木合的军队硬扛一下，以减少我们前部啊族人的损失。铁木真对这个建议呢也接受了。经过一系列严密布置，转天一大早，铁木真就率领他本部直辖的一万多人马向主战场进发了。沿途之中呢，不断有其他部落的军队应招前来会合。等铁木真他们到达这个达兰巴勒主替。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人数也有三万之众。铁木真的三万基本和扎木合那个军队啊人数相当，扎木合也是三万多。当天晚上呢，铁木真就在大帐主持会议，就下令，啊，让他这个乞颜部的本族的阿拉坦、耶坤、大理台率领他们本部人马，包括这个主儿起步，啊那个撒茶太出，让这两个人也率领他们的部族呢，这人合兵作为先锋。 同时呢，他又命令捏乌逮部的首领，这个首领叫察合安乌阿，让他呢也是一同出阵。接下来，铁木真对其他部队呢也进行了这个分配和组合，组成了十三个古列岩，以此呢来迎接扎木合数目相等的这个来攻的这个敌阵。面对即将到来的大战，铁木真这大帐之内吧，那些首领表面上个个无所畏惧。 实际上呢，在铁木真的阵营之内，还是弥散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啊，毕竟前来打斗的、战斗的不是别人啊，而是草原上当时最强的这个统帅扎木合，他率领的强大的军事军团。铁木真他对自己阵营当中这种悲观情绪，他有没有感觉？呢？肯定有感觉。因此呢，他在内心深处也不想真的马上就和扎木合啊硬碰硬。铁木真就知道。 即使自己侥幸在这场战斗中赢得胜利了，肯定也是一场双输的惨胜。一旦自己把老底儿赔光了，你别说敌对部族，周围大草原上这些人，就是他自己前部内部那些首领们，也会趁着这场大败来趁病要命，也肯定把自己啊从这个韩王韩位上给拽下来。扎木合方面呢，率领大军啊，刚刚越过高岗，就看到了铁木真派出来的少计。 由此呢，扎木合也知道铁木真对自己的袭击已经有所准备了，原定的突袭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了。于是呢，扎木合就率领各部，摆成当时一种扇形的攻势，哎，快速推进。双方军团一接触一打，没多久，啊，恰如先前啊，铁木真和木华黎事先预料的那样，铁木真属下这各个古列岩，啊，就这个十三个营吧。 遭到扎木合军队的冲击之后呢，很快就呈现出颓势，特别是先前铁木真派出的作为先锋的几路人马，遭到扎木合军队的迎头痛击，这山打不过啊，纷纷调转马头啊，很快就呈现出那种要崩溃的这样的势头。看到这种情况，木华黎啊就在铁木真身边小声提醒他：“您呢赶紧发令吧，咱们要撤离到谷口之内。”铁木真呢还挺听劝。 他也观察到战场的形势啊，马上把手抬起，向空中一挥，长骑兵得令之后，铁木真背后那白毛大刀、呃、迅速的往后猛挥，于是呢，铁木真的兵阵的这些人开始缓缓后退。毕竟这场撤退呢，就属于有计划的、有准备的撤退，因此就没有造成那种崩溃性的大败。铁木真一方损失的兵马呢，也是在就是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当铁木真的军队。 撤入了这个折烈谷口之后呢，他就命令军队在谷口布防，啊，用部民们事先砍伐那些大树啊，把那谷口啊完全封闭起来，等于形成一个巨大的防御屏障，类似于一个城池啊，形成这样的一个防御机制。仔细查看、清点一番，铁木真这个时候还非常欣慰，他自己这个起源部的直属部队啊，遭受的损失不是说特别大，主要将领呢也都全心全意的，就没死几个人。 而损失最惨重的就是被他派出打先锋的那准儿起步，扎木合的军队很快就追到这个折烈谷口了，马上就遭到铁木真部队的强力阻击，等于攻势被完全阻止住了。而后呢，扎木合就指挥主力部队啊接连猛攻强攻，打了好几天，最终就是因为这谷口啊地势狭窄，大部队的骑兵根本就无法突破谷口的障碍，每次冲锋。 扎木合的军队呢，都会在谷口前这个斜坡上留下一批尸体，而后呢，哎，不得不后退。我们要知道，在当时，无论是扎木合还是铁木真，他们这些草原上的部族最擅长的是野战，骑马野战，最不擅长的就是攻坚战、攻城战。所以，扎木合军队要想跨越这个谷口啊，啊，对于他那些部族来讲，确实比登天还难。双方一直僵持，一直打打斗斗。 僵持到第三天的时候呢，毕竟不能歼灭铁木真手下那些军队啊，札木合也是越来越焦躁。于是呢，他就让手下的士兵在谷口前的空地上摆了七十口大锅，干嘛呢？把这几天战斗过程中捉到了铁木真属下的七十多位大大小小的首领都丢到大锅里面，然后呢，下面架起木柴，开始慢火炖煮。 活活的把这些俘虏就给烹杀了，给煮了。不仅如此，为了泄愤，扎木合呢还把阵前俘虏的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那个捏乌逮部那个首领，察合安乌阿也绑到阵前，面对着不远处铁木真防守一方那些兵将吧，就把这个察合安乌阿碎剐，就是先是细刀凌迟，然后加以斩首。你把脑袋砍下来之后还不算完，扎木合呢又自己亲自。 把这个人头绑在自己的马尾之上，在阵地前来回拖着奔跑，直到那人头被拖着变得血糊流烂了，基本看不出原模样了，然后才解下来，让手下呢把这颗人头隔空抛掷到铁木真一方的阵地。扎木合如此心血来潮的举动呢，不仅没有吓到铁木真手下的军队，反而激起了谷口铁木真全体守军的愤怒。 按理说啊，残杀、虐杀敌方的这种方式，日后铁木真的蒙古军队实际上挺擅长的。最终结果呢，都是对敌人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打击。但扎木合所杀的这些人，就是七十口大锅啊烹煮的那些人，包括他刚才、啊、剁下脑袋虐杀的还这个首领，这些人呢和扎木合手下许多人，实际上他们都有血缘关系的，而且对阵的双方。 就是扎木合这一方和铁木真这一方，不少人啊，这些首领之间都沾亲带故，因此，扎木合烹杀、虐杀、残杀这样的行为，不仅使得铁木真一方的战士、这些将士、这些首领同仇敌忾，更加卖力抵抗，甚至扎木合自己手下各部族那些首领，对他这种残暴的行径呢，也都心生不满。相持又过了几天，扎木合这一方啊，的粮食吃的差不多了，军粮啊基本没了。 军事这么一饥饿，没办法啊，只得四散走开，开始干嘛呢？到附近呢觅猎食物，你得打猎呀、啊，你得找粮食吃啊。到这地步呢，扎木合就越来越忧虑了。他心中呢也非常清楚，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自己很有可能反胜为败。无奈之余，扎木合呢也不得不下令撤军。铁木真方面呢一向以来啊，一直还挺会笼络人心的。 先前呢，比如说他看到周围有个比较弱小的部族，叫赵烈氏，经常呢受周围的一些部族的欺负，啊，猎场也经常被别人夺占。铁木真呢就对这些人小恩小惠，主动就把猎物啊啊驱向了这个赵猎人的猎场。赵烈氏族这些人也不傻啊，就感受到哎，铁木真韩爷、韩王真仁义，于是呢就主动率部归附。他们的首领当时还特别深情的当众。 对铁木真表忠心，我们就好像没有丈夫的妇女、没有主人的牲畜一样，前来投奔您。我们为了报答您的恩德，肯定会舍生忘死，持剑冲杀，为讨灭您的仇敌，我们要干洒热血。从那儿之后，就类似赵烈士族这些一批一批吧，弱小部落的民众也是愤愤的前来归顺铁木真，而这样带来的结果呢，就使得铁木真就更加意识到。 要多施仁义，才能多得人心。因此呢，他在草原上的力量呢，也是越来越大。蒙古方面相关的史书对这十三亿之战啊，这个经过的描写啊，非常简略，而且呢，对双方胜败的结局也是说法不一。比如说，我们看史籍啊，《圣武亲征录》啊，《元始太祖本纪》啊，这些史书都记载说，铁木真啊，是他这一方胜利啊，扎木合败了。 实际上，我们分析一下，在这场战斗当中，扎木合的扎达兰部、啊、人强马壮，而且还有强悍的塔塔尔部前来助阵。同时，扎木合他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多年东征西战啊，加上他当时又打着为他弟弟复仇的旗号啊，实际上是有道义制高点的。反观铁木真，当时他刚刚崛起，部族内部呢处于相对松散的状态，整体实力啊实际上根本就不强。 纵观整个战斗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铁木真实际上一直是处于下风，处于那种不利的一方。当然了，从铁木真全部的战争生涯来看，十三翼之战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呢也不长。但这场战斗对于他来讲，特别对于当时的铁木真来讲，绝对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之战。一旦铁木真战败溃散了， 就意味着他和他的这个起源部部众啊会被彻底打回原形，会被人彻底消灭，从此啊再无出头之。那什么是历史的真相呢？历史的真相就是在这场十三亿之战啊，这场战斗当中，铁木真实际上失败了，扎木合呢是赢了胜了。但是铁木真虽然他败了，不是一败涂地；扎木合呢虽然赢了，但并非是完胜。而历史的吊诡之处。 有时候啊，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原始彩蛋，烧埋银是什么东西？元朝呢有个专有的名词叫烧埋银，也叫烧埋钱。它并非是指中原汉地什么赎金啊、什么私了钱啊、埋葬钱，不是这意思。大体讲，就是行凶杀人者，除了按罪判刑之外，你还必须出这个烧埋钱、烧埋银给那苦主。 作为对方呢，烧埋尸体的费用，也就是说，这个烧埋银啊，不是什么买命钱，不是说你把人杀了，你把这个钱给人家你就免死，不是，而是一种呢刑事附带的民事经济赔偿。至元二年，就公元一二六五年，元世祖忽必烈颁布圣旨条化什么规定呢？凡杀人者，随藏命起，应出烧埋银五十两。这条法律翻译过来，就是指在元朝杀人啊，除了你要偿命以外。 你还得赔偿苦主啊五十两个银子，当然需要讲一下的，他这个法律不是针对蒙古人的，主要是针对这个男人的，因为蒙古人杀了汉人是不需要偿命的。 我们上一集就讲到，铁木真呢在著名的十三翼之战当中虽然失败了，但是呢他把自己的主力及时转移撤退，实际上有生力量是保存住了。铁木真这一次是他第一次亲自担任战争总指挥，沉着应战，体现了呢他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和那种随机应变这样的能力。所以说。 显现出铁木真这个人啊，你看一打大战，他的这个军事才华是非常非常强的。扎木合方面呢，战争进行过程中，他那种烹杀俘虏、虐杀俘虏这个做法啊，使得他大失人心。在场的各个部族的参与者，啊那些酋长们、那些首领们，都是心惊肉跳。他部内开始人心涣散，不仅那些弱小部族的首领开始和他离心离德。 就是他部族内部的啊，比如说两个人，一个是这个乌鲁乌惕部的首领数赤台，数赤台这个人呢，有着史书当中就是汉语啊，又被称为主儿扯歹；还有一个忙忽惕部的首领叫魏达尔的，魏达尔呢，有的时候史书上又把他写作这个忽于勒达尔。反正这两个人吧，不久之后也带领本部族的人马投奔铁木真了。从那之后呢，这两个首领一直追随铁木真南征北战。 就都成为蒙古的开国名将，所以呢，经过这个十三翼之战的洗礼，铁木真呢不仅没有因为战败他的力量衰弱，部族呢反而进一步壮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在这个十三翼之战当中呢，实际上铁木真啊是真正的赢家。此后呢，不少部族的这些首领都率领族人啊投奔他，使得铁木真的军队他的力量呢越来越大。 扎木合方面呢，等于是得势不得分，就失去了不少部众啊，对他的拥戴和支持。在随后的战争当中呢，哎，他基本上是属于什么呢？败多胜少。十三亿之战发生之后，又有两个人前来投奔铁木真，一位呢就是当初他被这个太赤乌人囚禁的时候，特别危难关头帮助他脱身的那赤老温，另外一位呢就是蒙利克老人，而且是蒙利克老人来。 不仅是自己一个人来，他带他自己七个儿子都过来了。蒙力克老人呢，如果记得前几集我讲的内容，这些听众呢、观众肯定就知道，当初呢，他就是铁木真父亲啊，也速该临死的时候的托孤之人。也速该死之后呢，蒙力克还听从这个也速该的临死之言，从这个红吉拉布亲自把铁木真，铁木真当时才九岁嘛，把他接了回来。但遗憾的是呢，不久之后。 这个蒙力克老人呢就没有兑现，啊，他对这个也速该的这个临死之前那种承诺，曾经一度呢离开过铁木真母子，而后来当铁木真呢离开扎木合营地的时候，他还选择留在扎木合他的大营之内。现如今看到铁木真他的力量日益强大了，蒙力克就带着自己七个儿子重新啊向铁木真表示投靠。看到蒙力克。 铁木真完全是不计前嫌，啊，专门为他和他的儿子们大摆宴席，就给他们接风。宴会之上啊，当时的气氛是非常热烈欢快的。啊，作为野苏该家族的忠实的老仆人，有个老头叫施启乌儿的，他也是非常勤快，就专门负责给这头领们倒酒。而当时出席宴会的这些人当中啊，除了铁木真啊，包括那些前部的贵族，还有其他各部族的贵族首领。 不仅有这些首领参加，还有他们的女眷都来了。主儿起步，两位前头领的遗孀，一个叫霍礼珍的，一个叫呼儿呼陈的，哎，这两个老妇人呢，当时也参加了。他们就觉得自己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就想找茬，想发泄一番。而按照当时尊卑顺序，宴会上负责倒酒这老仆人，就这施启吾儿啊，先给各位贵族首领，给他们依次斟酒。 他走到这个主儿起步的席位的时候呢，那肯定要先给主儿起步首领薛扯别起先给他针灸，接下来呢，他就给薛扯别起他的老婆啊，这个额别该给他针灸。谁料想呢，就是这个举动，当时就惹恼了主儿起步那两个先前头领的遗孀。这两个人觉得自己辈分高啊，就是那个霍里珍和忽尔胡臣。忽然之间，这两个老妇人就跟商量好似的，一起跳起身。 这个撒泼的村妇一般，就用拳头啊，呃，猛力捶打这个失乞窝儿的脸，啊，高声嚷嚷，哎，你应该先给我们倒酒。失乞窝儿这老头儿，那个老仆人挨打之后，感觉挺冤枉的，啊，当众哭诉，即使老韩王啊，耶稣该在世的时候，也没有人敢对我这样。啊，如今我犯了什么错啊？怎么把我暴打一顿？铁木真呢，看到这一幕，心中也是非常恼怒的，啊，觉得你看。 宴席之上，这两个老妇人啊，太是肆无忌惮了。主儿乞部，这个部族啊，实际上和铁木真那个乞颜部是同宗同源的，都是喝不勒汗的他们的子孙。而主儿乞氏这家族地位实际上还挺高，他是出自喝不勒汗长子沙儿合突主儿启，因此这个部族的地位实际上应该比铁木真的启颜氏还要更高一些。主儿乞氏这个部族现在的首领薛扯别乞。 先前虽然他表示啊效忠铁木真，拥戴他为汗王，但他自己内心深处啊，啊他是觉得自己是这个何不勒汗的长子的后裔，实际上心有不甘的，对韩魏啊也一直有觊觎之心。因此呢，就在当时在学扯别起，面对两位他那庶母啊，这个、那撒泼根本就不出面劝阻，只是坐在那里呢继续喝酒，冷眼观瞧，看这个铁木真啊到底如何处理这件事儿。 对准儿起部族这个头领薛扯别起，当时他的心思，铁木真也内心明白。咬牙之际，想一想这老娘们呢，确实也属于长辈，他暂时呢也保持住沉默和宽容，就让别人把那老仆人拾起，乌儿呢啊扶着坐下来，自己还亲自好言好语呢安慰这老头。大帐当中举行宴会，大帐外面还有各部族的不少马匹需要看管啊。 当时铁木真的弟弟别勒古台就负责看守啊，前部头领们乘骑的那些大马，而主儿乞部呢就派出了有一个人叫布里伯阔的、呃，负责看管他们头领的所骑乘那些马匹。突然之间呢，这铁木真的弟弟别勒古台就发现一个主儿乞人鬼鬼祟祟,祟的靠近了铁木真的大马。这个人干嘛呢？他就想偷。 这个骏马身上啊，镶嵌了不少珠宝的那些华贵的马龙头。别勒古台这个时候就急了，大喝一声，就果断上前制服了那个人。谁料想，负责给主儿乞这首领看马那个布里伯阔忽然跳了出来。他不仅没有惩治他自己手下那偷窃的族人，反而对别勒古台呢大骂不绝。双方争执之中。 布里伯克呢，仗势他自己身强力壮啊，竟然拔出剑来，一下子就把这别勒古台的右肩啊给砍伤了。当时别勒古台呢也捂住自己不停流血的伤口，他就担心啊事情闹大，最终选择了忍耐，就没有拔出刀剑和这个人啊啊互相这个争杀。当时所有发生这一切事情啊，就在这个面对大帐门口的树下发生的。 铁木真呢，观瞧的是一清二楚，看到弟弟别勒古台鲜血流了一身，他当时也急了，立刻抄起一个木棒冲了过去。先是大声呵斥自己弟弟别勒古台：“你怎么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呢？人都把你刀砍斧剁了，你还在这里忍着，真是个懦弱的东西！”别勒古台呢，闻到哥哥铁木真这个满身的酒气，当时他也是为大局着想。 还一个劲儿、啊、的抓住自己的兄长的这个胳膊劝他：“哎，我这点伤不碍事儿。如今呢，主儿起步刚刚归顺我们不久，兄长你千万不要为了这种小事儿坏了我们两家的和气。”这个时候，铁木真呢已经是酒劲儿上头了，不管不顾，抡起木棍就对着那个偷马龙头那个主儿起人，那那就,就这个贼，还有这个布里伯阔两个人啊，兜头啊，满脸一阵猛打。 同时还下令把刚才酒席宴上惹是生非那俩老娘们霍里珍和忽尔忽陈这两个妇人也都给我扣押起来。在现场看到的铁木真真急眼了，薛扯别起。这主儿起这个部的首领啊，也担心再闹下去不好收场了。这个时候赶紧起身，马上向铁木真的表示道歉，表示赔罪，钢牙咬碎。 铁木真呢，想到自己的汗位现在还没有坐稳，既然现在主儿乞人的首领都当众向自己服软了、道歉了，啊、哎、见好就收，于是他也下令，把霍里真呢和忽儿忽陈那两个老妇人就给放了吧。恰恰是因为这场宴会风波，乞颜部、主儿乞部这两个部族啊，已经深深地结下梁子了。主儿乞人不少人，包括他们的这个首领，对铁木真呢，从此也是怀恨在心。 一旦日后有机会，他们肯定啊要对起颜部，要对铁木真的发动报复。铁木真本人，他被拥戴为韩王之后呢，他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找这个塔塔尔人报杀父之仇。塔塔尔人呢一直是非常强大的部族，加上他们背后有金朝军队撑腰，贸然对他们发动攻击，当时铁木真还真没什么胜算。很快，铁木真复仇的机会就来了。原来啊。 在蒙古大草原上的这塔塔尔人啊，一直是给金朝当走狗。他是以金朝仆从军的身份啊，跟随金军在蒙古草原吧，东征西讨，也是获得了不少利益。而对于金朝那些皇帝啊、贵族来讲，这些塔塔尔人啊，就是一群为主人效力大狼狗，也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这些人。为此呢，塔塔尔部族当中也有两个部族啊，一个是叫和达金部族，有的时候史书上也称为和底辛。 另外一个部族叫山之坤，有的史书上呢也称他们为什么萨、啊、拉之乌替。这两大部族呢就逐渐拒绝向女真人再称臣纳贡了，而且他时不时的弄出好多人马，骑马呢滋扰金国的北部边境。公元一一九五年，这一年是金朝的明朝六年，金廷呢因为受到骚扰啊，就派出大将加古清晨，率领大队人马吧。 讨伐这个何大金，还有这个山之坤这两支大的部族。而作为塔塔尔人的主力，这个大的部族，这个时候还是作为金朝的普从军，他们也就协助金朝呢和自己同宗同源的这些族人作战。接下来，塔塔尔人就和金朝联军一起，打的，当时那何大金和那山之坤这两个部族呢溃不成军。当时呢，塔塔尔和金朝的联军斩户户颇风获颇丰啊，缴获牛羊牲畜满山遍野。 金银财宝也抢了不少。事成之后，金军呢却没有给塔塔尔人啊，给他们的贵族任何回报，就觉得这些大狼狗，你帮助我们天朝金军打仗，天经地义啊！眼巴巴地看着金朝军队押解着大量的战利品啊，大量的金银财宝，大量的牲畜往回走。这战场上也死了不少人啊。这塔塔尔人就越想越气，在他们的首领带领下，忽然之间，塔塔尔人、啊、就对金军发起进攻。 金军的统帅和将领根本就没想到塔塔尔人会造反，一下子被杀了个措手不及。不仅大量的战利品抢走，而且不少人啊也被这个塔塔尔人给杀掉了。最后呢，就连金朝的统帅加谷清神也是狂逃而去，非常狼狈。他只得率领残兵败将逃回到金朝的国内。而金朝方面那些皇帝和贵族得知塔塔尔翻脸了，勃然大怒，决定就下狠手。 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些不知死活的塔塔尔奴才。公元一一九六年，就金朝的明昌七年，金朝丞相完颜相亲自率领大军讨伐塔塔尔人。金朝这个大军一杀到，塔塔尔人根本就不够打，当时啊四处散逃而去。金朝宰相完颜相呢，这个人想除恶务尽啊，穷追猛打，一直追杀塔塔尔人到哪儿呢？却路连河，也就是这个克鲁伦河。 塔塔尔部当时的首领叫什么呢？灭古薛乌勒图。这个时候太害怕了，就决定把他手下的部落化整为零，分别向着阙鲁联合和窝难河之间那个乌勒扎河方向往那个地方逃窜。由此一来，金军和塔塔尔军队交战的烽火呢，等于就逼近了铁木真他自己的营地，他自己的驻地。长久以来啊，金朝人一直拉拢分化，就以这种手段对付草原那些部落。 不断挑起这些部落之间的矛盾，就让这些人互相残杀。呃，这些草原驻部的人，他们之间打杀，等于就是永远保持混乱的这种分离的状态。然后呢，金朝他自己可以当仲裁人啊，坐收渔翁之利。而铁木真呢，这个时候作为蒙古草原上一支新兴的力量，实际上早就引起了金朝朝廷的深切关注。因此，当时这个完颜乡啊，金朝的宰相，又故伎重施，派出使者。 携带金银绸缎，就拉拢铁木真，希望呢他作为金朝大军的友军，一起对付塔塔尔人。同时呢，完颜祥还做出许诺：哎、只要你铁木真协助我们大金把这塔塔尔人消灭掉，大部分战利品都归你。不仅如此，我还会啊亲自向朝廷上书，对你铁木真加官进爵。瞌睡一来有人送枕头。铁木真呢一直暗中关注这金军和塔塔尔之间，哎，这种非常血腥的战斗。 对于现在完颜香的这个拉拢伎俩呢，他也是心里一清二楚。接待完了完颜香的信使之后，铁木真啊，二话不说，马上拍着胸脯答应出兵。实际上，铁木真这个时候啊，就想借助金军的势力，为自己报这个世仇。那么，铁木真他这个答应金朝出兵，能够如愿吗？能够报仇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聊。原始彩蛋：草原上的丝绸之路。 蒙古统治者呢，在多年的征战当中就认识到，你要想保持这个交通的正常运转，啊，保持交通的个便捷和信息传递的这个快速畅通，啊，这事儿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从成吉思汗时期起，就在许多这个路途之上啊，设置了驿站，安排了士兵，目的呢，就为了保护往来的这个商业贸易畅通，包括这些商人啊、士兵啊、军队啊，包括官员他们的财务的安全。 由此呢，就在欧亚草原上设立了大量的驿站。这种驿站的设置呢，就在客观上对草原丝绸之路啊啊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四通八达的驿站，就极大促进了这个东西啊这个陆路交通，还有这个期间的这个经济往来的发展，保证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上一集说到，铁木真家族的世仇塔塔尔人啊和这个金朝翻脸了。金朝统帅完颜香就派人呢和铁木真联系，希望他们这个乞颜部呢能够和金军一起把塔塔尔人消灭掉。对于铁木真来说呢，塔塔尔人他们在铁木真幼年之际毒死他的父亲也速该，而且再往前倒还曾经勾结金朝人。 把他们这个铁木真前部的元祖俺巴海汗啊也给抓起来了。最终呢，俺巴海汗就被金朝人钉死在木驴之上。所以，这个部族，塔塔尔部族确实是自己的几世仇人。仔细来算，那金朝人对于铁木真来讲也不是什么好人，也绝对是铁木真家族的仇人。如今呢？ 这两大仇人互相争杀，最好的结果啊，肯定是能把这两家都干掉。最终呢，治啊还是战胜了情感。铁木真也深知，金朝当时的军事力量太强大了，这时候啊根本就不可能招惹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现在和金军联合，先把几世仇敌塔塔尔人，先把他们消灭掉。 为此呢，铁木真就派人去邀请克烈部的王罕，包括主儿乞部落的首领，希望呢，这两家共同派人和自己一起啊，先把塔塔尔人消灭掉。王涵呢，接到铁木真的请求之后呢，很快就把兵派过来了，而主儿乞部落他们的首领始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我们想一想啊，铁木真先祖俺巴海罕是乞颜部。 和主儿起步两个部族共同的先祖，塔塔尔人呢，按理说是他们两家共同的仇人。那关键时刻，主儿起步的头领，就是因为记恨先前宴会之上，铁木真又打人又抓人那事儿，因此呢，就完全置部族大义于不顾。这个绝对是属于是非恩怨不分。铁木真这方面呢，他率领自己的手下和这个王涵就会师了，整整等了六天。 就是不见啊，这个盟友主儿起步援军的样子，没办法，只好呢就出发，先行去征讨塔塔尔人。当铁木真、王罕这两家联军忽然出现在塔塔尔人营地的时候啊，那塔塔尔人首领灭古真薛乌勒图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混乱之中呢，他就被杀掉了。这场战役过后，铁木真、王罕联军等于是大胜，歼灭了不少塔塔尔人。 缴获、啊、牛羊牲畜辎重无数，所以没有等到金朝军队杀过来，铁木真和王罕这两家联军基本上就把这个塔塔尔人打得落花流水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金军统帅那宰相完颜相对铁木真和王罕啊非常满意，他就代表金国朝廷封克烈部这个首领王罕为王。我们前面也讲过，这个王罕呢本名叫托沃林勒或者叫托里吧。 正是他被金人封王之后，他再被称为王罕。实际上呢，好多史书翻译这个王罕为王罕，啊、哎，不大准确，因为他这个王罕是“罕中之王”的意思。与此同时呢，金朝朝廷还加封铁木真，啊、哎，也一个爵号。什么爵号呢？扎乌惕忽里。啊、哎，这个词儿呢，就类似于汉语节度使的意思。当然，有人也讲，哎，这个词儿、这个官、这个爵，实际上根本就不高。 但是是当时敷衍铁木真的。无论怎么说吧，毕竟人家王涵他的克列部名声啊和势力也远远大于铁木真他的前部，因此呢，王涵得到金朝这个封赏，自然要比铁木真高出好多好多。虽然说封爵不高，得到的赏赐也不是很多。铁木真当时也是得意洋洋，心意满满，往自己的营地往回返。等他返回到自己的营盘。 看到那一幕，却让他愤怒不已。出什么事儿呢？你看，本来应该是自己援军的那准儿起步，竟然趁着铁木真率领前部族人征讨塔塔尔人这个当口，他们竟然派人袭击了铁木真的营地，简直就是在铁木真背后插刀。准儿起人呢，在洗劫铁木真营地的时候呢，不仅抢走了好多牲畜和物资，还杀害了营中啊十多名妇孺。 那留守人员当中呢，还有不少人就被主儿乞人剥去了衣服，赤身裸体绑在原地，饿了好几天，受尽侮辱。本来啊，念及主儿起步啊跟自己是同宗，铁木真对他们啊一直还是以忍让为主的，从来没有想到过对这些人下手。你看现如今，主儿乞人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这就超出了铁木真的忍耐极限了，怒从心起，是恶向诞生。当时铁木真呢？ 马不先，马上率领了他自己这些得胜之师，一下子就杀向主儿乞人。仇人路窄，这两部人马很快相遇了，在哪儿呢？在七道岭。两部人马刚刚交手，主儿起部当时就一战即溃。主儿乞人的首领薛扯别起，包括那太初，完全不是铁木真的对手，他们就慌忙的逃入到这个铁列突山口。穷寇必须猛追。 铁木真呢就指挥人马，不给主儿乞人任何喘息的机会，最终啊把主儿乞人从首领、啊、到他的那些呃军事指挥官，包括那些战斗人员吧，哎、啊，近乎是全数俘虏。这时候铁木真义正辞严啊，当着自己乞颜部战士和那些首领的面，痛斥主儿乞人，说你们这些人啊，背叛当初的誓言啊，竟然背后偷袭我们，太可耻了。 大骂这些人背后捅自己的刀子，非常阴险啊！简直就不是人干出来的事情。卓尔乞人的首领呢，薛扯别起和那太初也置之理亏，跪在当地沉默不语。痛骂过后，铁木真呢干事还挺绝，马上下令把这两个首领就地斩首。下令杀掉了薛扯别起和太初这两个首领。铁木真忽然又看到身材粗壮的那不里伯阔也跪在当地，想到自己弟弟别勒古台。 先前呢，被他砍伤过。铁木真决定就让弟弟去处置这个人，就命令别勒古台，你和这个布里伯阔啊，你们两个人当众决斗。按理说，别勒古台啊，就是从战斗力来讲，他根本就不是那布里伯阔的对手。布里伯阔这个人武艺高强，眼睁睁的现在看自己部族两个首领死在自己面前了，脑袋还在那地上搁着呢，心中呢，他也是非常畏惧。 所以呢，决斗之前，他就不敢使出他的真本事，和铁木真的弟弟别勒古台啊进行殊死一搏。他想什么呢？想着自己能够保命。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什么？就是自己如果故意败给别勒古台，让这个起言不仁挽回了面子，或许铁木真呢，哎，当时能够回心转意，饶自己一命。你看，有了这种心态，不里伯克这大力士自然就不敢发力。两个人这不摔跤吗？几个回合之后。 不力不迫呢，就假意先摔倒在地，任由别勒古台呢骑在自己的身上。别勒古台当时呢也不知道他哥哥铁木真是什么心意，还不敢用死力击打对方，他就回头看他哥哥铁木真，嗯，希望对方就做出决断，饶还是不饶啊？铁木真这个时候呢就朝他弟弟猛挥手臂，就暗示啊别给对方留活口。此时呢，别勒古台大喝一声，使尽全力。 就用膝盖猛击布里伯的腰肋之处，使得对方当时是属于折肋而死。这种死法实际上挺折磨的。我们想肋骨被人踢断，一下就刺穿自己的内脏，所以说是不能当时咽气的。因此，这布里伯克临死之前呢，确实也不甘心，他还躺在那里小声絮叨着：“别勒古台，你根本打不过我。我是惧怕韩王，我才不敢还手的。谁想到啊，最终还是丢了性命。” 布里伯克临死之前那几句话还真是真话。这个人力大无穷，当时在蒙古各部啊特别有名。但是主儿起步现在已经完败，单靠他一人有蛮力啊，也不可能挽救这个主儿起步部族的命运。得到自己两个首领都被杀了，布里伯克也死了，还残余的那些主儿起步的那些人吧，跑走那些人吧，眼见大势已去，很快呢，这些人就纷纷向铁木真归降。 由此一来，铁木真的指挥有力，又打败了塔塔尔人，报了他自己的祖先和祖父之仇。接受金朝册封之后，现在有了官爵了，又陆续降服了这个主儿起步，就包括他这前部的内部的一些贵族势力。从此之后呢，他就从一个你看松散部落联盟这样的一个首领，成为真正强大的部族汗王。这一年呢，铁木真三十五岁，下一步他就将目光啊。 投向整个蒙古大草原，开始了他对草原驻部的统一之战。铁木真这方面，你看他把主儿起步给平定了，消除了他这个内部的不稳定因素，顺风顺水的。但他的义父王罕那边却是祸起萧墙。王罕有个亲弟弟叫额尔克和拉，这个人呢，竟然勾引外族，和他兄长王罕呢，就展开了血腥的厮杀。 想当初，王涵的父亲死后啊，为了保证他自己汗位的稳固，防止他那些兄弟们挑战自己权威，因此呢，他就对自己的家族啊，什么叔叔啊啊，包括他自己的几个弟弟，举起了屠刀。其中呢，他有俩弟弟啊，就扎和敢布，还有这个厄尔克赫拉。这两人跑得挺快的，扎和敢布当时跑了，跑不久之后，他混不下去，活不了，只得啊，又向哥哥主动投诚。 啊，就求哥哥饶自己一命。而科赫拉呢，跑得还挺远的，他就跑到乃蛮部那里寻求庇护，受到当时乃蛮部的韩王就伊难赤这个人的收留。乃蛮部呢是突厥人的后裔，当时他们生活在蒙古高原的西部，居住地呢等于在这个杭爱山以西啊，一直到阿尔泰山这之间广大的领土之上。乃蛮部呢东临克烈部，西呢到那野尔底石河。 还有这个阿雷萨拉斯河，耶尔底斯河呢，就是今天的额尔齐斯河；阿雷萨拉斯河呢，就是今天的鄂毕河上游一个支流。乃蛮部它的北面和吉利吉斯接壤，南面呢隔着沙漠，又和这个魏吾尔这个大的部族呢作为邻居。乃蛮部这个韩王如今看到王涵的弟弟额尔克赫拉前来向自己投奔，还挺高兴的。 当时这个额尔克赫拉他意图很明确，就是想借着乃蛮部的势力啊，从他哥哥王罕手下把那汗位夺回来。乃蛮部这个首领呢，他自己意图也很清楚，就是想啊往东扩，啊进一步扩大他自己部族的势力。得知王罕当时配合铁木真出征塔塔尔人这个消息之后呢，乃蛮部的首领就和这个额尔克赫拉他们两个人就觉得克烈部肯定后方空虚，于是呢，他们突然就出骑兵。 一举攻占了王汗的这个韩廷。接下来，这个王汗的弟弟额尔克赫拉他就自立为克列部的新汗王。王汗这边呢，呵，金朝的王爷帽子还没戴热乎呢，啊，正和他弟弟扎和敢部率领刚刚经历大战的军队往回走呢。部队刚打过大仗，挺疲惫的，但这些人也是兴高采烈，毕竟这次收获太大了。谁料想，半道之上正好遇上他弟弟额尔克赫拉。 他率领的军队，还有乃蛮部的伏兵，王涵这个时候正心骄气傲啊，没有任何准备，一下就被打得大败。当时呢，他的部下非死即伤，伤亡极其惨重。趁着混乱，这王涵呢，就和他那弟弟扎合赶部呢兄弟两个人，也在这个乱中啊被冲散了，各奔东西。扎合赶部呢，当时就向金国边境那个方向跑去，王涵马不歇鞍。 知道他自己弟弟而克赫拉一心想要自己的人头，于是他一路狂逃，一直跑到西辽。从此之后呢，这个王韩，你想这个韩中之王，王中之韩，他就在西辽惶惶不安的还待了一年之久。而克赫拉他自己当了克烈部的韩王，得势了，就不断派出使者向西辽呢施加呃外交压力。这个时候西辽啊，完全没有先前耶律大石活的时候那样强盛，内外交困，也不想为了。 王涵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头领得罪克烈部，但是西辽呢也不好把这个王涵这样的一个来头的人给杀掉，于是呢就派人把王涵给驱逐出境。这个时候的王罕完全没有先前草原霸主和那个劲头了，王中王，韩中韩。这个时候他就胯下骑着一匹这个瞎马，马后呢牵着五只母山羊，还有一头骆驼，跟要饭花子一样到处流浪。情急之下。 王涵也没办法了，只得派出、啊、他一个跟班仆人，向他的义子干儿铁木真求救。铁木真得到消息之后呢，绝对义薄云天，马上亲自去迎接王涵。同时呢还派人找到那四处躲逃的王涵，他那弟弟扎合赶部，然后又帮助王涵四处收拢那些逃散的那些部民。仅仅一年过后，公元一一九八年，王涵就在铁木真的帮助下呢，杀回了他的黑林寒亭。 又从他弟弟额尔克克拉手中把克烈部的这个可汗的汗王的宝座夺回来了。咬牙切齿之余，王罕当时就对铁木真表示，他要报仇雪恨。这个王罕报什么仇雪什么恨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聊。原始彩蛋，元朝的猫狗大战。元朝呢有个大臣叫石猫狗狗，呵，这名字挺萌吧？这个人呢是个契丹族的后裔。一二一二年。 当时那成吉思汗攻打金国有个城市叫威宁城的，这个石某狗狗他爹叫石某高奴，他呢当时就率领手下人马，把这个城门一开就向成吉思汗投降了。石某狗狗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跟他爹呀啊跟他爹的那些朋友，比如说包括刘黑马这些人啊，就到处征战，所以他自小呢就以健壮勇悍著称，而且呢做官做到名为将军，管军副万户这样的职位。 忽必烈时期，至元二十一年，当时这个迁西南啊，有个少数民族的政权叫什么呢？散毛蛮洞，这些部族呢就开始反叛元朝。忽必烈肯定是派出大军去镇压啊，而当时石磨狗狗也在这个镇压的队伍当中。他呢就率领自己手下八百人，啊，也去这个征战。蔡元平、沈水西大战当中，哎，他取得了大胜。一番毛狗大战之后啊，驻蛮皆大败。 正是由于迁西南反抗元朝的少数民族，他们这个部族的称谓叫“散猫蛮洞”，所以在当时就被人戏称为“猫狗大战”，那十猫狗狗，这叫狗狗吗？ 上一集呢，说到，由于乃蛮部帮助自己的弟弟派出军队，打了自己一个措手不及，当时克烈部这个韩王王汗啊，流离失所差点把命丢掉。这一年多来的遭遇，王汗刻骨铭心，锥心刺痛，他就发誓让乃蛮部呢为此付出代价。公元一一九九年，乃蛮部他的那个韩王。 易难赤必勒格，啊，这个韩王死了，病死了，他留下那妻子呢还挺漂亮。这个女人呢名叫古尔别速。按照当时草原上那些民族那种收继婚的那样的这种寡妻继承制，这老韩王去世之后啊，他的妻妾一般都由他的儿子们收继，啊，就是就嫁给他那些儿子们了。当然了，这些王子所收继的，啊，这些女人肯定没有他们的生母。 乃蛮部这个亦南赤汗呢，他有两个儿子，他的长子呢名字还挺长，叫古出古剃不亦鲁黑，次子呢叫拜布花。而草原民族的习俗，当时一般是幼子守灶，所以说这个小儿子拜布花就继承了汗位，哎，对外称太阳寒有时候史书上也写作塔阳寒太阳寒的哥哥古出古剃不亦鲁黑，他就和弟弟说。 他还没跟他争寒位啊，就说：“你看弟弟，你现在得寒位了，哎，咱那漂亮的小后妈古儿别墅，你就把她给我呗。”拜不花这个人，这个太阳寒，胸怀还挺大，江山也要，美人也要，根本就不给。这一下他大哥那鼓出鼓替不亦鲁黑也急了，于是呢他自己拉起一部分族人，他跟他弟弟分家了，对外自称不亦鲁黑寒，不亦鲁黑也是突厥语。 是大元帅的意思。得知乃蛮部发生内讧了，王汉特高兴，觉得呢自己可以趁机一雪前耻。乃蛮部当时在草原的力量啊，确实挺强大的。于是呢，王翰就邀请铁木真、扎木合这两个人呢和自己联军，共同讨伐乃蛮部。啊，得人得财，咱们一块分。扎木合和,和铁木真这两个安的，前面我讲了，他们的关系按理说已经算是破裂了，但无论如何。 他们两个人呢，分别和这王涵关系还都挺好的，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非常痛快的，就答应王涵，啊，肯定是派人派马，自己也亲自来。不过呢，毕竟这兄弟俩经历过十三亿之战，也有内讧了。扎木合和铁木真呢，确实也是前嫌未消。为了避免见面尴尬啊，或者是呃互相扎营的时候啊惦记对方，王涵呢就率领他自己的部族和扎木合一起安营扎寨。 就让铁木真呢单独率领他的这个族人呢在另一处扎营，虽然说是分别扎营，那毕竟联手打仗啊，三个人肯定还是要见面的，肯定还是要一起商议的。大帐之中坐定，仔细讨论之后，他们三个人就决定，先要把这个乃蛮部当中这个相对实力比较弱的那不亦鲁黑汗先拿掉，就不亦鲁黑汗就是太阳汗他哥哥了，而后呢再联军把这个太阳汗给击灭。 议定之后，王汗、扎木合、铁木真这个、三个人就率领大军翻越杭爱山，迅速进入到科布多这个湖泊地区，开始向不亦鲁黑汗他所在的营地逼近。乃蛮部这个不亦鲁黑汗完全没有料到，忽然有人来攻击自己的这个营地，一战即败，败逃之余呢，他就率领手下那些残兵败将吧。 非常仓皇，向乌鲁黑塔黑山那个方向转移。啊、哎，这个山实际上就是阿尔泰山了。当时位于科布多河的上游。王涵扎木和铁木真联军自然是穷追不舍啊。当时在哪儿追上了这个不亦鲁黑汗了呢？就在乞施勒巴狮湖这个地方追上了不亦鲁黑汗。乞施勒巴狮湖呢，就是今天的乌伦古湖。眼看发昏也当不了死，不亦鲁黑汗只得硬着头皮交战。 又经过一场大战，他率领了这一部部队啊，也被对方消灭殆尽。不亦鲁黑汗本人呢，当时还是有命逃出。他狂逃到哪儿呢？他就狂逃到叶尼塞河上游那千千州。那千千州呢，有大片森林，他躲到那里去了。千千州呢，就是今天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唐努山地那个地方。王涵呢，当时望着尸横遍地的这乃完部的兵马吧，啊、哎，总算是出了心中一口恶气。 王涵在联合扎木和铁木真打败乃蛮部这不亦鲁黑汗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一直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不亦鲁黑汗他的弟弟太阳寒会忽然出兵救援。但整个作战过程当中呢，太阳寒率领的乃蛮部族人呢，自始至终根本就没露面啊。自此之后，王涵膨胀了，就认为乃蛮部这太阳寒胆怯，根本就不敢应战。于是呢，回师途中啊，他就完全放松警惕了。 其实呢，乃蛮部这个太阳寒并不像这个王汗啊、铁木真啊、啊扎木合他们想的啊那么样胆怯、那么不堪。虽然他和他哥哥不亦鲁黑汗非家令过了，但毕竟人家哥俩兄弟啊，有骨肉情谊。而当时的太阳寒呢，确实也是集结人马，准备过来帮助他大哥打仗。没想到呢，王汗、扎木合还有铁木真的联军，他们之间配合特默契，作战过程太迅速了。 而且他哥哥啊，确实是太菜了，因此等到太阳寒派兵赶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大哥早就被打跑了。思来想去，太阳寒就料定，王寒他们率领这个联军返程之时啊，肯定是经过杭爱山的。于是呢，太阳寒就先派出他手下一位大将，在杭爱山啊那个拜达里哥河谷进行拦截。他手下这个大将是谁呢？就叫可克薛乌·萨普勒黑。 当时，可克薛乌撒普拉黑他率领着这支乃蛮部军队，他在这个拜达里格河谷，如果能够潜伏下来，对这个王涵他们的联军发动突然伏击的话，肯定会杀的王涵扎木合，包括铁木真他们这个联军措手不及。但这位大将，就这个可克薛乌撒普勒黑是个猛将啊，一贯目中无人，自视甚高。 他根本就不屑于啊，呃、哎，搞什么埋伏战啊、哎、这种这个战法。当时他自恃兵强马壮，就坚持要堂堂正正,正的和这个敌人对垒，光明正大要把这个王罕、铁木真、扎木合要一举击溃。于是呢，这个、可克薛乌、撒普勒黑就率领他手下的人马，呃，在这个拜达里格河谷啊，就安营扎寨，摆开阵势，坐等克烈部、扎达兰部还有这个乞颜部联军的到来。傍晚时分。 王汗、扎木合、铁木真率领各自的大军，携带大量俘虏、牲畜啊，所有的战利品，缓缓而来。当时呢，乃蛮部这位大将可克学无撒普勒黑旗下有多少人马呢？两万多，全都是精兵强将。远远望去呢，军容整齐啊，在河口那里黑压压布成一片。忽然之间遭遇了大批有准备的敌人拦截，王汗、铁木真、扎木合当时都感到挺意外的。 三个人马上商议，觉得如今呢，我们联军战士经过数次大战，而又长途奔射、长途奔袭，现在已经是疲惫不堪之师了。我们不如啊，暂且休整一晚，明天再做打算。于是呢，这个王涵也光明正大，就以当时天色已晚啊为由头，派出使者，向这个乃蛮部这位大将啊提出来了：咱们明天再战。可可薛乌·撒普勒黑呢，这个人就觉得自己稳超胜券啊。 而且蒙古兵马，包括乃蛮部的兵马，都不善于夜战，他就马上答应下来了。三部联军呢，就跟以往一样，当天夜里，铁木真就单独安营扎寨，王涵和扎木合他们的人马就另设一营。夜幕降临之后，王涵呢正准备睡觉休息呢，扎木合忽然到访。这两个人坐定之后呢，痛饮美酒啊，痛饮美酒之际，扎木合就故作神秘的说了：“王涵安的。” 乃蛮人对我们行军路线是如此清楚，忽然在半路拦截我们，您不觉得这蹊跷吗？我觉得啊，是铁木真，他是要投靠乃蛮人，他联合敌人袭击我们，他事先把情报告诉乃蛮人了，所以说咱们对他不可不防。王涵这个人呢，本来猜忌心就很强，再加上他耳根又软，一听扎木合说这话，当时他就陷入了沉思。 好长时间他都一语不发，不说话。从扎木合这番话语可以见出，他对先前和铁木真之间那十三亿之战啊，一直是耿耿于怀。趁着现在难得的机会，他就想离间呢，哎，这个王涵和铁木真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他就想借乃蛮人的手，把铁木真啊这个心腹之患给除掉。眼见王涵呢低头不语，扎木合就继续挑唆王涵安达。 铁木真这个人啊，您绝对啊要防备他。再说了，即使您自家的骨肉至亲，那额尔科赫拉都会背叛您。你就别说铁木真这种人了。扎木合这句话还真说到了王涵心头上。额尔科赫拉那是王涵的自己骨肉兄弟啊，尚能对自己下狠手。铁木真呢，虽然对外号称和自己有父子之情，但毕竟他也是外人呢，谁能保证他不会背叛自己呢？ 此时此刻呢，乃蛮大军精兵强将就在对面，万一铁木真和他们暗中联合，半夜里冲杀过来，啊，想一想后背都发凉。而后呢，两个人又喝了几杯大酒，王涵就决定了和扎木合一起，趁着夜色先偷偷撤兵。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升起，铁木真这边还挺急，啊，匆匆忙忙就赶过来和这个王涵和扎木合议事。谁料想他眼前看见的。 却是王涵和扎木合留下的空荡荡的营地，呆愣半晌，铁木真呢内心也非常清楚，仅凭一己之力，啊，凭他这个乞颜部的这些人马，肯定不可能战胜对面乃蛮部这两万大军。无奈何，铁木真呢只好趁着敌人还没有察觉，他就率领本部人马也是匆匆撤离。等到红日高升，那可克薛乌、萨普勒黑忽然就发现。 对面敌人全部消失了。当时这可克薛乌萨布勒黑啊，觉得自己就被这个王罕啊，这老王八蛋给糊弄了，气急败坏，他就立刻命令手下大军马上穿越这个杭爱山的山峡追击王罕。王罕呢，他回到他自己的土拉河营地没多久，可克薛乌萨布勒黑就率领乃蛮部大军杀到了。王罕当时啊，不论他自己也好，他手下大军也好，都非常疲惫。 就根本没有料到敌人呢会这样紧紧追击自己，而且会追击到自己的老巢，慌慌忙忙，他就让他的儿子桑坤应战。桑坤这个人是个草包，他根本就不是乃蛮部大将的这个可可薛乌萨普勒黑他的对手。双方没战多久，桑坤就败下阵来，连桑坤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成为乃蛮人的俘虏了。得知大败消息之后，王涵当时那个后悔啊！ 事到如今，他只能喝出老命，喝出老脸，向铁木真求救。同时呢，王涵又给他儿子三坤，还有他弟弟扎合赶部下了死命令，让他们重新组织人马，顶住乃蛮人的这个不断的进攻。铁木真接到义父王涵的求救信之后呢，不计前嫌，马上派出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恩这四员猛将，啊，飞速率兵前来救援。 等到这几员大将啊率领援军赶到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可克薛乌萨普勒黑骑在马上猛挥大刀啊，不停地砍杀王涵手下那些人马、那些将领。这位乃蛮部大将的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就把王涵两员大将都斩于马下。当时王涵的儿子桑坤也是惊惧异常，拍马就逃。结果呢，乃蛮人也是穷追不舍啊，一下就射中他的坐骑，那桑坤呢就摔落在马下。 当时乃蛮军队啊，这些军人越战越勇，一拥而上，就打算把这桑坤生擒活捉。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神箭手博尔术拍马赶到，他张弓引箭，箭无虚发，嗖嗖声中，把那些想这个生擒活捉桑坤的乃蛮军人啊啊愤愤的射中，啊那些人愤愤落马。铁木真派出援军的到来呢，使得王罕这克烈部战士士气大涨。于是乎呢，两家兵合一处。 开始发起反击了，最终啊，杀这个乃蛮部是由胜转败。由此以来，克烈部的战士呢，也趁机夺回了刚刚被乃蛮人俘虏的他们的族人啊、牲畜啊，还有那些辎重。危难之际显真情，关键时刻正是铁木真援军的到来，使得克烈部呢转危为安。王涵这个时候也是感动的不行啊，当时呢，他就赠给博尔术啊一件上好的貂皮皮衣，还有十只金杯。 不仅如此，王啊带着他自己那窝囊儿子桑坤，这父子两个人呢，亲自前往铁木真大营当中啊，亲自致谢。看到义父驾到，铁木真当时也是大摆宴席，就安慰这位王涵，我作为您的义子干儿，我帮助您是我分内之事啊。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啊，天根本就塌不下来。有我在呢，您放心吧。”酒席宴间，大酒一喝。 为了表示亲近啊，王涵还让自己的儿子啊，这桑坤和铁木真啊论年齿，让桑坤拜铁木真为兄长。王涵、铁木真，由此可见嘛，在当时啊，确实是属于那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当时当地、啊，他们必须帮对方啊，必须呢要面对共同的敌人。铁木真这边对王涵八心八肝肯定是帮忙，但他自然也不会忘记啊，太赤乌人早年给他带来的苦难。 如今自己呢羽翼已丰，就念起旧恨，于是呢，他就在一二零零年的春天，铁木真和王罕啊两个人又合军，在萨里川会师。萨里川在哪儿？在今天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上游之间那块地方。他们合军之后呢，就联合征讨太赤乌部。太赤乌部的首领呢，一个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塔尔胡台、起林秃黑，另外一个首领呢名字还挺长，叫阿乌出把阿图尔。 他们到现在当然就知道，铁木真绝对是今非昔比了。单靠他们自己这个太赤乌这个部族的力量啊，肯定打不过铁木真和王罕这两部大军，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两位首领就向蔑儿乞人求援。蔑儿乞部族的人呢，自然也是铁木真的仇人了。你想，仇人的仇人，肯定呢就是盟友，就是朋友。于是呢，蔑儿乞人的首领就立刻派出忽都、兀儿长这两个人率军。 前来呢救援泰赤乌部，结果如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聊。原始彩蛋，忽里台大会到底是什么大会？忽里台大会，如果我们读蒙元史，肯定会经常看到这个词儿。在有一些史书当中呢，有时被写为忽里勒台，有时呢又叫忽林勒塔。实际上、啊，这都是蒙古语的翻译，它的原意呢就是聚会、大会的意思。在这种忽里台大会上。 主要是确认呢新任大汗，而且蒙元时期每逢大规模对外用兵，或者是制定重要法律的时候呢，也会召开这种护理台大会。而前来参加护理台大会的成员呢，还挺多的，范围挺广的，呃，包括蒙古那些这个诸王宗藩、汉地的世侯、蒙古的贵戚首领，还有部分千户纳言，啊，重要那些大将等等等等。 原则方面，诸侯王啊，那些这个黄金家族的宗亲啊，必须到场的。重要的宗王，还有那些重要的官员，你但凡无缘无故的不参加这种会议，受到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什么惩罚呢？斩首之刑。但随着后来蒙古汗位和这个元朝皇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原先以选大汗为主的这种忽略台大会呢，它的政治职能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削弱的，甚至到忽必烈时代。 就成为这个争夺汗位或者皇位的一种道具似的，哎，这样的一种幌子大会了。元成宗之后，所谓的忽里台大会啊，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因为真正那个几大汗国的那些汗王，基本上就不会亲自到会了。 上一集呢，说到，在公元一二零零年的春天，王涵和铁木真，他们这两支军队呢，就在萨里川会师。萨里川这个地方啊，在今天这个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上游之间那个地方。他们当时的目的呢，就联合征讨泰赤乌部。泰赤乌部呢，当时有两个首领，啊，一个首领叫阿兀出，把阿图尔。另外一个首领呢，就是我们前面。 经常提到的塔尔胡台、起琳突黑这两个人呢，肯定知道。单靠他们自己部族的势力不可能打得过铁木真和王罕他们的这个联军。于是呢，这两位首领就向蔑儿乞人求援。蔑儿乞人的首领呢，肯定也不敢怠慢啊，他们也是这个铁木真的仇人啊。于是就立刻派出两位大将呼都兀尔长率领军队前来救援太赤乌人。 即使太赤乌人和蔑尔乞人他们联手，实际上啊，军力也不行，很快就被铁木真王罕他们的联军呢打的是溃不成军。这时候的太赤乌人说句实话，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犹如待宰羔羊一般四处狂逃。铁木真呢，当时也是钢牙咬碎，他当然忘不了，先前塔尔湖台请林突黑是如何对待他们母子的。 此仇不报啊，恨师难消。于是呢，铁木真下令啊，他的手下军将，务必要对太赤乌人他们的首领啊斩尽杀绝。而也恰恰就是太赤乌人他们惨烈的下场呢，引起了和达金部、山之昆部啊这两个部族首领的恐慌。他们对铁木真势力的不断扩张和崛起呢，也产生了警惕之心。实际上、啊，如果按照血缘关系算起来， 何达金、山之坤这两个部族啊，他们和铁木真的这个前部啊同出于一个远族。而且铁木真自己刚刚准备称汗的时候啊，还曾派出使者去联系这两个部族。结果呢，当时这两个部族的首领啊对此嗤之以鼻，还让人呢把那羊血，还有什么那个脏东西泼到铁木真派来使者的身上，耳后一顿棍棒。 把铁木真的使者、啊、撵出营盘之外，所以当时铁木真就暗下决心，给脸不要脸啊，一定让何达金山之坤部族他们的首领呢，为他们先前的傲慢付出惨烈巨大的代价。何达金山之坤这两个部族啊，他们就是出产勇士，非常彪悍善战，所以金朝人啊，一直把这两个部族啊当做眼中钉、肉中刺。从公元一一九六年开始。 金国就先后发动过三次北伐战争，除了讨伐啊他们的亦敌亦友的这个塔塔尔人之外，何达金、山之坤、洪基拉、啊、这些部族啊，都是这个金国军队啊特别重要的征讨和清除对象。公元一一九八年，金国那个完颜乡完颜宗浩这么率领大军，他就北征这个蒙古草原那些部落。 当时那何达金、山之坤啊、洪吉拉，啊，虽然说招惹金朝，但他们这些部族的实力，你跟大金国那根本比不了。因此呢，在和金国的战斗当中呢，他们这个三个部族都遭受重创，他们的势力也遭受到严重的萎缩。所以跟金朝打了几仗之后，这三个部族他们的力量啊，已经严重削弱，日后基本上啊就再也不敢挑衅金朝了。 不过呢，经过多年对蒙古草原这些部族的征战呢，金朝它自身消耗也挺大的，所以呢，呃，金朝也主动把那个边防战线啊从草原上它往后撤，由此就为铁木真啊正好呢腾挪出巨大的这种军事空间。也就是说，当时金国势力它从草原上开始向金国本土这不回撤吗？也就意味着草原上呢。 再没有一股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啊，对这个蒙古各部落进行压制了。当然了，金国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对于草原那些各部族互相之间的争杀呢，是乐见其成。反正这些人杀来杀去，他们属于自相残杀，金国呢可以坐山观虎斗。因此呢，看到当时金国的军队逐渐往回撤，在大草原上那个何大金呢、啊、山之昆这两个部族。 就开始想干嘛呢？想把已经处于这个萌芽霸主地位的铁木真啊，先把他搞掉。他们的首领也很清楚啊，与其等这个铁木真完全强大之后啊搞掉自己，还不如现在我们主动出击，先把这铁木真啊,啊，先把他弄掉。于是呢，何达金山之坤这两个部族的这个首领呢，就主动联合，联合谁呢？联合什么塔塔儿啊、朵儿边、翁杰拉啊这些部族。 他们就计划取道普约尔海，对铁木真和王罕他们的联军呢进行突然袭击。普约尔海就是贝尔湖，敌方联军还没出发，铁木真这边已经得知情报了。因为铁木真的岳父他也是翁结拉布人，啊，就是那德学山老人，他就提前派人啊通知铁木真了。于是呢，当时这个铁木真和王涵就决定将计就计。 在普约尔海这个地方设下天罗地网，就等着这些人来送死呢。对此呢，何达金山之坤这些部族的首领啊，完全都不知情啊，气势汹汹啊，率领了这个手下部族战士向普约尔海这个方向挺进。等到这几部的联军刚刚抵达普约尔海，忽然之间呢，锣鼓震天，杀声动地，铁木真王罕率领他们各自的人马忽然杀出，就把这些驻部联军啊杀是晕头转向。 仓促之间，本来是前来偷袭别人的，结果反被别人给截杀了。哎，这些这个联军呢、啊，四散奔逃。取得这场大胜之后呢，铁木真还是非常慷慨，他呢就命令手下把绝大多数的俘虏、牲畜，还有金银财宝什么的吧，这些战利品都让给王罕。王罕呢，欢喜无限，觉得铁木真这个干儿子哎懂事儿贴心，他自己呢也是觉得受之无愧，洋洋自得。由此一来。 铁木真当时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他就赢得了自己的部族和盟友部族那些酋长的人心，哎，都觉得铁木真这人啊大度慷慨。看着铁木真日益强大，扎木合那边呢自然也是心知肚明，于是呢他就要把所有和铁木真家族有仇怨的这些部族，包括他所有的对手吧，都号召起来，彻底消灭啊这位铁木真。 哎呀，这个铁木真啊，一直让他是爱恨交加。当时扎木合毕竟也是草原一方霸主啊，于是他频频派出使者啊，在草原驻部之间往来穿梭，对这些部族首领呢不停展开游说。当时呢虽然是冰天雪地，扎木合的使者是从不停歇，等于经过一个冬天的游说吧。泰赤乌、蔑尔乞、塔塔尔，乃蛮、和达金、山之坤、朵儿边、一起列斯，洪吉拉。 霍罗拉罗、古出乌梯兀亦拉，总共十一个部族的首领，最终都明明白白地表示，响应扎木合的号召，团结一心，先把这个铁木真灭掉。公元一二零一年，这十一部的首领就在额尔,尔古纳河、根河和这个德尔木河这个三河交汇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呼兰野儿杰。这呼兰野儿杰呢，当时它的蒙古语的意思就是红色河岸。 都在这个地方集合了。这些人呢，就共同推举扎达兰部这个首领扎木合，推举他为古尔汗。古尔汗呢，也就是众汗之汗的意思。推举扎木合，得就把他当做驻部联军的最高统帅。开了大会之后，这些人呢，又杀马祭祀，对天盟誓，宣誓就齐心协力要把铁木真消灭掉。他们这次会盟，就几乎囊括了整个漠北草原上所有大部落的首领。 因此声势是非常浩大的。扎木合呢也深知先前十三翼之战就是因为事前泄密导致作战失利，因此他所召集的这次会盟啊，在会议之上，他特意强调，任何人不能向铁木真啊走路任何风声。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这些首领们也是一起发誓，谁如果背叛盟约，必定是不得好死。会盟仪式呢也是搞得非常隆重，这些首领都表示。 要和铁木真这个人势不两立，决一死战。由此一来，草原上呢就得泾渭分明的对立阵营啊，啊，一下子就形成了。一方是以扎木合为首的这些诸部联盟，另一方呢就是铁木真和王汗他们的联盟。相比之下，谁更厉害呢？肯定是扎木合这一方势力啊，确实很强大啊！不仅人多势众，而且扎木合这个人呢，他的声望也很高啊，指挥能力更强。 由此一说，这个扎木合联盟是非常牢固吗？还真不牢固，是一点都不牢固。当时那各部落的首领也都是各怀鬼胎，都希望别人啊先出去送死送人头，都想自己的部族这个人马呢最终能坐收渔人之利。毕竟铁木真这几年来啊一直是战无不胜，你和他的部族开始争杀，你结果还真不好说。扎木合主持的这个大会盟没过多久。 其中呢有个霍罗拉罗啊，这个这是也是个部族啊。霍罗拉罗部族的首领呢，他叫霍里歹。这个人呢，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就偷偷派手下人先给铁木真通风报信。这次大战开打之前呢，铁木真啊，当时率领他的本族人马驻扎在克鲁伦河上游布尔罕山的古林勒古地区，就是今天蒙古肯特省那个赫尔河河源那个地方。 得到情报之后呢，铁木真马上通知王罕，让他尽快派兵前来和自己呢联合御敌。艺高人胆大，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铁木真呢就觉得应该出其不意，打乱敌人的部署，要主动出击。于是呢，他就派出阿勒坦、忽察儿、大理台这三个人呢为先锋统帅。那边厢呢，王罕也挺配合，派出他儿子桑坤，还有他弟弟扎合赶布，包括另外一个大将毕列、戈别启。 就是让这三个人呢担任先锋官。接下来，王涵、铁木真两家兵合一处，就沿着克鲁伦河一路啊就向东挺进。虽然说王涵的军队和铁木真自己的军队呢士气挺高涨的，但铁木真也不敢轻敌，就不断派出游骑去侦察敌情。与此同时呢，扎木合也没闲着，他也不断调兵遣将，就命令太师乌部。 那阿沃楚瓦把阿图尔、乃曼部的这个布依鲁黑汗，还包括密尔起部的那个忽都啊、沃伊拉部那个忽都河别起，就这些将领吧，各率他们本部人马，兵分四路，沿着额尔古纳河河谷啊，就像铁木真那营地啊，啊，气势汹汹就扑过来了。等到扎木合派遣那个四路先锋部队赶到这个赤户尔呼山啊，这个、也是个地名了，马上呢就被铁木真派出那个哨兵发现了。 得知扎木合派出的前锋部队已经快要杀到了，当时也是接近傍晚，铁木真就决定赶在敌人之前、啊、抢占有利地形。于是呢，他就命令他自己手下部队快速行军，抢占制高点。等到扎木合的前锋部队抵达的时候，铁木真和王涵的联军啊，已经占领了当时的制高点，叫阿兰塞。这个地方呢，依山傍寨，你想它周围是什么赤湖儿湖山？ 什么扯克扯儿山，还有蓝翼田这一带，因此这个阿兰塞是居高临下，如今占领了这个地方，等于就是铁木真和王涵的这个军队啊，等于具有俯瞰冲杀这样的优势。双方列阵之后，夜色已经降临了。先前呢，我们也讲过，蒙古高原那些各个部族当时很少打夜战，于是双方就约定，等到转天天明再战。第二天一大早呢，双方正式开战之前。 扎木合手下那两支前锋军，布依鲁黑汗，包括那个忽都河别起，这两个人就忽然声称，他们军队当中有巫师，会这个魔法。这个魔法呢，当时那个蒙古语叫扎达，啊，他们会扎达之术。于是呢，这两个人各骑高头大马，就对自己的部众高声宣布：啊，咱们的巫师马上会招来这个雨雪，先来袭击铁木真和王涵他们的联军。 这两个人当时这种装神弄鬼呢，实际上也是为了鼓舞他们自己军队的士气。于是乎呢，这两个人就装模作样，让那巫师啊取来一盆清水，放入一块东西。什么东西呢？据称啊是一块大牛黄。这个牛黄呢是从一头这个大白牛它肚子里取出来的。接下来懂得天气预报那巫师就开始紧闭双眼，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高声祈求苍生天。 啊，要帮助我们大败敌军，而当时也挺怪的，明明大早晨晴空万里，那巫师有可能真是有天气预报这样的功能。当然，还有一个大概率也是巧合了。霎那之间，忽然之间啊，风云突起，大朵大朵的黑云呢，即刻遮住了太阳，这个天色呢忽然就变暗了。没过多久，一场大雨雪忽然从天而降，啊，大风是呼呼作响，眼见这种天气奇景。 对阵的双方啊，都被这种场景吓得是瞠目结舌，特别是铁木真、王罕联军那些士兵，吓得腿肚子啊，啊这这不不停打哆嗦。谁料想，没等大家都回过神来，忽然之间呢，风向大变，狂风携带的雨雪，不仅没有继续向铁木真和王罕联军这个方向吹袭，呼啦啦转了个个，向扎木合派出这些先锋军啊啊，这些大部队啊，开始吹向他们。 这场大雨雪啊，其中好，像夹着好多冰粒儿，忽然反向这么一吹，扎木合联军一方的士兵呢，就被那风啊吹得睁不开眼了。而且当时你想，冰冷刺骨那种雨雪，那种兵力打在脸上，就更让这些平时特别相信萨满教巫术这些士兵们心中恐惧不已。而扎木合派出这四部联军这个先锋军的这些首领们，眼看着局势忽然对自己不利啊！ 他们也急了，马上派人高举大刀，击鼓冲杀。如今听到冲锋号令了，四部联军的士兵呢也没办法，只好眯着眼，深一脚浅一脚的冒死往前冲杀。这个时候的形势是什么呢？铁木真和王汗的军队属于居高临下进攻的这些敌人呢，等于是完全暴露在他们的脚下，面对着眯着眼、顶着风啊往上猛冲的扎木合派出的四部联军的先锋军。 铁木真开始下令，弓箭手给我射！一阵箭雨之后，四部联军的士兵军将纷纷中箭倒地，死伤一大片。本来啊，在和铁木真、王涵这个联军开战之前呢，军心不稳，啊，就各自心怀鬼胎。现在连铁木真军队的旗帜都没看得清楚，自己人被射死一大片，由此四部联军士兵就开始掉回头，争先恐后就开始逃命了。 而当时这个战场山坡地带啊，地势非常狭窄，溃散的这些人马呢，拥挤到一起，相互踩踏，又死伤无数。由此呢，扎木合派出这个先锋军的四部联军，好多人就被挤下山崖，就活活摔死在山间的石头之上，啊，惨叫之声啊，此起彼伏。 那么这场仗打下来，到底是铁木真王罕联军得胜呢，还是扎木合派出的先锋军这四部联军能转败为胜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聊。原始彩蛋，元朝爷们儿居然戴耳环。我们如果仔细看元朝历任的帝王画像，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耳朵上啊都带有不同样式的一个配饰。比如说那元文宗，他的左右耳上就带有一个什么呢？呃，缀有这个玉石材质的一种圆珠耳饰。 对于蒙古男性来讲，耳饰并不是简单是一种饰品，更是他们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元朝刑法志当中就这样记载：首饰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珠宝玉，四品五品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用金，唯耳环用珠玉。由此可见呢，元朝这个首饰这个佩戴、啊、等级非常森严的。但蒙古爷们儿这个耳饰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一般都是金环穿耳。 下面坠一个大珍珠，但蒙古女性的耳饰呢就花样多了，比如说什么大塔形葫芦环啦、天茄式耳环啊、排环啊、花果蜂蝶纹的这种耳饰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如果看元朝这些女性戴的那个耳环，我们就看图啊，就觉得还挺具有异域风情的。